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哦。它说一个上行 ABC 当中，角 A 是几度？60度。线段 BC 是几？10根 23。求上行 ABC 的外径半径一样。我画出来理解哈。我画一个上行 ABC。按照题目意思，把相关条件填上去。来，告诉角 A 是几度？60度。看行不行 ？BC 在这边。BC 是角 A 对面叫什么？小 a 是几？10根号 3， 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求外接圆半径怎么算？回答我，这时候强调对边对角，有没有看到？强调对边对角，麻烦用什么学？正学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算 a 除以 sin a， 快点写 2r 行不行？把它带进去，小 a 是几？10根号 3。所以 sin A 是几度？60度。等一下 ,2R, 行不行？除了一块变什么？乘的。所以10个 23, 等于 2R 乘上多少？来告诉我，把除了一块变乘嘛， sin 60度是几？二分之根号 3, 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时老师知道 ,2 和2可不可以约掉？可以。根号 3, 根号 3 约掉。所以大 R 就是几？ 10。所以外径半径就是几？10。把这边看一下。